好啊，欢迎嚟到我频道啊！嚟紧星期日沙田赛事啊，有几位骑师啊会延迟停赛啊，其中一位系周俊乐啊。睇翻周俊乐听日出赛嘅马匹啦，我觉得有机会起马或者赢三场噶，分分钟好彩啲会赢埋个骑师王噶。先睇周俊乐嘅马匹啦，听日会出六只噶，有三只都系有飞噶，其中一只大金富。係大熱門嚟㗎，而且其中有兩隻馬水箭龜、輝煌心，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坐位望贏嘅馬匹啦。而另外有三匹馬功臣、各取所需同秒秒精彩，都會有機會走入一個冷僻㗎。先睇三匹撐市馬先，第一匹水箭龜，水箭龜係一隻非常之準成嘅馬匹啦。上季出賽13次啊，兩 win 五 Q 一 pay 啊。入 Q 率接近有六成啊，可想而知呢只马非常之忠心啊。上场初配周俊乐啊，跑一快活谷1650啊，相对水箭龟喺度比较短嘅路程啊，都可以跑入一直第三名啊。今次真情上2000米，再孭住个轻磅116磅啊，可以话系稳位望赢噶。而且周俊乐拍霍利时亦都非常之合拍啊，近两次周俊乐。方霍利时赢咗只金鹰翱翔，同呢个爪王烈焰啊，可想而知，骑练合作唔成问题啊。第二只周俊乐嘅撑市马系大金富啊，大金富都唔使点赛绩噶啦，都系一只新星马匹嚟噶啦。上季喺二班可以有两 win 啊，今季初出1000米啊，亦都赢咗场头马。上场跑呢个 Group Three 嘅。1000米賽事啊，跑一直第三名啊，而贏佢嘅馬匹標誌智能同喺佢後面嘅有你共賞，再跑場 Group Two 都可以埋 Q 啊！可想而知，大金富呢場水準係非常之高噶。今次落翻嚟二班，對住啲對手亦都冇標誌智能呢啲咁強嘅馬匹，我覺得呢只馬可以贏得噶。好，第三隻。周俊乐嘅撑市马系辉煌心啊，辉煌心系一只上季嘅新星嚟噶，上季可以喺4场1200米跑4 win 啊，今季初配周俊乐啊，亦都跑入一直唔错嘅第三名啊，侧身马经过热身之后啊，应该会越跑越好噶。所以周俊乐听日嘅马匹虽然少啲，但系有机会可以有两次三 win 喺手噶，所以我会先买一注骑师王，有45倍噶。另外，大家如果对骑师王冇信心嘅话，可以听日攞周俊乐啲马，爱嚟做 QD 胆，爱嚟过关啦。预祝大家听日嘅赛事横财就手。如果中意呢条片，又或者俾到灵感你嘅话，请记得。订阅我频道，或者按赞支持下我啊！